session of the talk for this afternoon on the future of city, objects, scale, object, and changeabilities. There's probably much discussion regarding about the future of city earlier topic, and I figured that's something we could continue this, sort of the discussion on this afternoon. One of the sort of presentation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is a series of both architects, artists, and architects who became an artist.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want to focus on, this aspect of what are the voices that could be heard about regarding the future of the city. So so in this sort of discussion, we have Jun Igarashi to my left, and then go, Bai Song Chen to my second left, and then Go Hasegawa is to the bottom right, so, preparing some sort of last minute change. And Lin Huang, who's part of the interbreeding field, who one of the major groups of artists who has been developing the work of through his work students at Tainan Music for the Arts. So let's begin with Jun. We are a bit short of time, but let's go. こんにちは。日本の五十嵐潤と申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まあ、スライドが多いんで、かなり。まあ、今回の作品についてというよりは、まあ、それも話すんですけれど、こう今までの、まあ、僕の建築の取り組みから、まあ、今回の展示の内容を考えていったということを説明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まあ、日本にやったか世界中にはこういうそういろいろな気候のコンディションがまあ存在していて、でまあそれぞれのそのこう場の状態に合ったまあ建築の形をまあ作るべきだと考えていて、でまあこれらはそれら各地域のこうコンディションをまあ示したものです。でこうこれだけこの世界中にはいろいろな気候条件が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まあ、本来建築というのはこういうふうに各地域で多様なこう表情を示すべき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だけれど、どうも世界の都市は画一的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まあ感じていると。でこれはやはり良くないこと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で、でまあ、これ日本 の,、まあ、なんか民家というのは古い住宅の建物なんですけれど、僕はこういう場所に興味があって設計を続けてきたわけなんですね。でこれは雁木と呼ばれるスペースで、こう建物と道路の間にこういう空間が存在しています。でこういうその建築とこう地球環境との間をどう作るかということにずっと興味がまああって、まあ、それは縁側、日本だとこう縁側って言うんですけれど、縁側的な場所が重要な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たわけです。で、まあ、アジアの民家なども見るとやはりこう建築と外部の間にこういうスペースが存在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るんですけれど、でまあ、これは日本の縁側についていろいろな縁側の写真を集めたものです。まあ、縁側っていうのはこう図で示すと屋内と、まあ、屋外のこう間に存在するもので、日射の調整、まあ、太陽の光のコントロールをしたり、まあ、空気のコントロールができる場所である。でこの場所が本当にこう居心地がいい、存在になっていて、建築空間と屋外を穏やかにこうつなぐ接点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考え方がをしていました。でこういうその縁側以外のもの、まあ、世界中にじゃあどういうものが存在するだろうかと、まあ、建築家が設計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スペースがまあたくさん世の中にあって、まあ、こういうその穏やかな地球環境とのつながりが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だと思って、で僕自身その北海道という寒い、地域でこう建築を続けてきたので、まあ、ここが僕の事務所のある場所なんですけれど、これが北海道
で、まあ、こんな冬の、まあ、景色がある場所で、まあ、その寒いあの環境に対応した形でこういう風除室というものが存在していて、ただこれはあまりそのこう建築のデザインとしては良くないもので、まあ、機能的な面のみをこう追求したようなあのスペースになっていたんだけれど、もっと何かこう豊かなあの風除室というか地球環境とのつながり方ができないだろうかというふうに、まあ、考え始めて、まあ、ここに示したものは、まあ、僕の過去のプロジェクト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にその縁側的な場所を取り入れたかという説明をしていきたいと、まあ、これはあのこう外周部に縁側的なスペースを取り入れたもので、これもこの縁側的なスペースと、まあ、屋内を穏やかにつなぐみたいなあの関係、これも同じようにこう室内と縁側的なスペースをつなぐと、これも全く同じやり方で、まあ、これは少し特殊なこう考え方で、あの 壁の中にこう縁側的な思想をこう凝縮したような、まあ、建築を作ったり、ここでもその縦にこう長い、縦に長いというか、吹き抜けのような、まあ、縁側空間を作るということをやったり、ここでもその外部と内部の間にこういう縁側的なスペースを作ると、まあ、かなり簡略して今日はあの ここについては説明します。でこれはあのその縁側にいろんなレイヤーを作り、まあ、3つのこう縁側を介して屋内を作るとか、まあ、これも中央のこういう部屋に対し周りに縁側的なスペースを作っていくというものだったり、あのこれはあの劇場なんですけれど、まあ、中央にこうステージがあって、で周りに、うん、客席があって、でそのさらに周りにホワイエがあって、で、まあ、そのホワイエはこういうふうにどこからでも出入りできるっていう、まあ、これもそのつながりを意識したあの空間を作っていたり、まあ、これも外部と内部の間にこういう縁側的な空間を作ったという取り組みをしていたり、これはあの建築の形態をこう複雑にすることで外部との接点をこう増やす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やっていたり、あのこれはもう内部空間自体にあの縁側的な外、まあ、内部空間に外部のような場所をこう作って、あの屋外、まあ、地球空間との接点を作ろうとか、まあ、これはあの風除室のような縁側的な空間をやはり作ろうとしている試みであったり、あので、まあ、こういうその実践っていうのはあの実際こう建築物を作りながら、まあ、地球との関係をずっと考えてきたわけなんですけれど、あのこれオルドスという場所に、まあ、計画した住宅なんですが、まあ、この住宅をきっかけにあのさらに、こう地球環境との、まあ、関わり方について真剣にあの思うようになってきていて、でこれは完全にあの密室のような、室内空間を作って、あの完全にコントロールされた、まあ、空気環境とか熱環境中で暮らすという、まあ、極めてあの、まあ、シェルターのような制御された空間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で、まあ、それと似たようなプロジェクトをこう続けてきたんですが、あの最近というか、まあ、今回、あの今までの考え方は室内というものが例えばゼロだとして、まあ、屋外地球環境が1だとすると、まあ、これをどうつなげるかみたいなあのことに、こう考えの中心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あの
この考え方っていうのはなんかもういろんな建築家が言っていて、まあ、穏やかに例えば0と1の間にもいろいろなレイヤーを作ることが、まあ、レイヤーのような空間を作ることがこうできて、で、まあ、これがその例えば図にした時に室内と屋外だとするとそのつなぎ方もいろいろ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なと。ただ最近さらにこう思っているのはこのこう単純に室内と屋外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その屋内の中にも多様な何というか屋外を作ることが、まあ、できるというか織り交ぜ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ような、まあ、考え方がどうもいいような気がしてきていて、でこれはそれを図にした一応まあつもりなんだけれど、今まではこう0か1か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そのそうではなくってその室内の中にも例えば0もしくは 0.2 があったりしていく、そんなこう複雑な建築空間を作ることがより地球との関係をうまくこう構築していくアイデアにつなが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た。で今回の展示はそのそういうような事柄をこう目指して、作ったわけなんですけれど、これは今回の展示の平面図でこう、まあ、柱で囲われた部分が室内だとすると、この室内と室内の間にやはりその、まあ、屋外、それはすなわち地球環境との関わりを持つようなスペースを作っていってあげるということで、今回テーマに沿って話をするならば、まあ、こう凝縮された縮尺の中で、まあ、身体がその縮尺によって、まあ、縮尺を意識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でそれでその普段無意識のうちに、まあ、こう認識している寸法っていうものを、まあ、体現できればなということと、まあ、今ずっと説明してきた僕がその一貫して続けてきたことに対する、まあ、新たな方向性をなんとなくこうこのインスタレーションの空間の中でこう屋外と関わりをたくさん持てるような、まあ、一つの建築物みたいなことを、まあ、目指して、まあ、やったわけですね。以上ですね。Well, thank you. Your presentation was somewhat like an engawa. It was like 40 projects into like 10 minutes. So it's not zero to one, but I've been to, actually I've been to Saroma. It's really one very cold place. It's actually, there's only one 7-Eleven and one hotel. So you could see that the sort of dichotomy between what Junis mentions, like it's not either one or zero. There's actually much more variance.So I think Gene, being in Taiwan right now, has probably seen more 7-Eleven than he really needs to. But I think this question is about how these sort of relations of engawa comes in from the idea of how the rooms, corridors in the house could be brought outside in a way to scale it so not only dichotomy between the black and white, but its variant colors.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nteresting sort of taken is you also really look at the way Gene looks at it.He almost looked like a scientist, but just to let you know, disclosure, he only went 2 years of, for school. Right?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you start to convince that actually it is through this practice is actually able to understand the cities. But also, I don't know what the site Saroma, but I have a feeling it's more become for a town, become more like a village now because more people are moving out. I like the next presentation by Chong Chen from Hong Kong.When I started to select a Hong Kong architect, I couldn't figure out which architect to select. So I thought maybe Bai Chongqian, maybe is actually one the only architect that could actually represent very well for this exhibition. So in this case, you probably know, he's probably exhibited three times at this museum. And he's also one of the few artists, I would say, I'm going to start calling him architects right now because he's an incredibl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city through mapping, but literally in book of maps.So he's going to somehow perhaps present some of his projects, some of his thoughts, reflect on our talk this today. 可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OK 啊，好，谢谢，谢谢邀请来这里，可以做我的一些作品的介绍。我
只可以用这个很烂的国语来跟大家交流，希望没有这个沟通上的问题。刚才 Thomas 介绍我的时候，他也很尴尬，因为本身我不是一个建筑师，我跟建筑其实有一点距离。但是我自己很多的这个创作都在街上的，因为很大的原因是跟我最初做创作的时候，我的工作的地方有关系。我最开始我做我的作品发表的地方是一个香港的一份很大众的报纸，叫《明报》。他们给我每个月都可以，每个星期都可以有个作品放上去。所以在我的工作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要把一些在香港里面觉得有趣的东西带进去报纸里面。所以我思考的点就是怎样找到一些东西他们是有兴趣，还有就是他们有兴趣之后可以有一些新的角度给他们。所以我基本上我的这个工作都是每天在街上啊，进去超市啊、书店啊乱看东西，看有什么东西给我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我就把它拿来变成我的作品，发表给我的这个读者去看这样子。所以慢慢变成我很习惯，就一看见一件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要有一个另外一个想象跳出来给我。这一次我的展览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个是我有一次去东京旅游的时候呢做的一件事情，大概是2007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去东京一个月，但整个月里面他没有要求我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你去做你喜欢的东西。但我就每天在街上在走，在哪些书店里面发现新的东西，因为我不会日文，所以我看日文书的时候呢，主要是看书给我直接的内容是怎样子。有一天走到书店里面，发现一本地图。这本地图叫《东京23区地图》。如果你2007年去东京的时候呢，你应该一定买过这一本地图。它是很小的，就是两只手这样大，但是它很厚。很好的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呢？就是你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总是有些地方你是看不见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怪的一个事情呢？因为你地图就是要你看见一个地方走过去嘛，那它就是有些地方你看不见。我在经常说这个笑话，就是如果我家就是住在这里其中一点，我要介绍给我的朋友打开地图，我跟他说我是住在这里，你来找我，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这样就从整个一个所谓的一个笑点开始，我就想，哎，如果我走进去整个地图，我去旅游的话，这样是一件怎样的事情？我没有想太多，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就从这个地图的第一页开始，我就沿着地图这一条线一直往上走。所以我穿过的整个东京这个地方呢，其实是跟一些去旅游的人可能他们看见的东京很不一样，但是在我来说就是很随意。我走进去的时候就随意看东西，随意拍照片，拍一些自己喜欢看的，拍一些特别的，跟我有关系的。所以整个旅程对我来说，好像整个想象面它就改变了一点点。你在一个平的地图上面，你是去找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是去怎么说，就是一个平的地图的时候，你会去找一个立体的空间，去找个把这个地方找出来。它是带我们从一个虚拟的空间找到一个真实的空间里面。但是如果整个地图本身是个立体的地图的时候，比如说我会经常这样说，就是这个是一个山，这个是两个山，这是一个山的谷，所以我整个作品叫谷之旅。如果这个是一个地图，我们走在这个地图里面，我们是走到哪里去？这个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地方，是我没办法直接回答自己我走到哪里去。我走进去当然是去一个地方了，但是这个地方不是我最想去的地方，它只是我最想去的地方的中途站，我还有一个地方想去。这样我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在一个想象像一个山的谷里面。所以整件作品基本上是在一个想象的空间里面在走，它在整个城市里面本身不存在，但是通过一种概念的一种不同的角度进去的时候呢，它打开了一个新的门，
好像一个时光的隧道一样，我们在走这个道路里面走进去一条新的街走出来。这个就是基本上整个作品的一些概念哦。像我在路上一路走的时候，你看有时候我会拍照，但是我都会站得很直。这个是其中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你会看见的，就是我都是在中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一路走的时候，我在想我怎样把这个想法传给我，看这个作品的读者。这样后来我都是在出版的时候呢，我就把自己放进去一本书的中间，所以当哪些读者他们要看我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按下去，好像我按下地图想看这条路怎样走的时候，这个动作，那整个动作就直接把我这个概念传递给他，他没有需要怎么样再思考很深刻的事情。后来这个故事本来跟这个这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太出息了，所以我觉得值得讲一讲。后来整个作品做了出来之后呢，我就把所有如果在这条线里面不见的东西，我都说是属于我的。有一次去看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这是广东美术馆第三届的这个三年展，它有个 catalog， 就是这个 catalog， 其中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的名字叫 Made in China， 但是刚好在他印这个意外，这个是 S 本，我要强调是个 S 本哦。Make 这个 catalog 的时候呢，他的一不见了，就变成 Made in China。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这个中国当代的整个城市跟中国当代的艺术的看法，就是 Made in China。所以我说 K， 这是我的作品，我就把它拿下来复印了之后呢，拿去。在一个 art space 的一个 fundraising 的这个里面，我就把它卖掉。但这个故事跟我们关系不是很大。从这个作品的概念，我这一次Thomas 他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在思考，怎样把它延伸变成一个可以在整个一个建筑展里面展示的一个展览。我就想到一个地方，就是如果日本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可以怎样走这条线，其他的城市它可不可以怎样走下来呢？像我就开始在香港在做，在台北啊会在做香港，当我拿个地图来看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因为香港整个岛就是沿海建立起来的，所以它这一条基本上整个城市是一条怎样的线走出来，所以它可以走的整个在地图上找到连续走下去的地图是很小。另外就是我在发现这个台湾的地图的时候呢，它其实它的地形某程度上有一点跟东京差不多，因为我东京所走的地图一共是走了24页，但是在台湾我还可以找到18页的这个地图来走，当然这个 scale 有点不一样，但是还是比较平的一个城市的结构出来。像我在做这一个 workshop 的时候呢，有两个事情其实比较关注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我是想看整个每个城市的地形里面，我在整个创作这个作品，它的变化在什么样的地方去变化出去。另外一个就是，我去到每个城市的时候呢，都很想去适应它当地的一个状况，把它变成当地的创作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在香港的时候，因为它很窄，所以很快可以走完，所以我就要跟哪些参与者，我就跟他说：“你先走一次，走一次之后，你看找到有没有一些觉得很有趣的东西。你有找到之后，我们回来，再从通过这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去做一些比较集中一些的事情。比如说有个学生，他走的时候，他说：‘白老师，我在这个电话亭里面找到5块钱。’这样，他就回来很开心跟我说：‘这5块钱是我整个旅程里面拿到的东西。’”叫我告诉他，如果这5块钱是你觉得在这条路线最有趣的事情，你帮我在这一条路线上面一直走，一直找，可以看可以找到多少钱。这样他就回去就找，后来走这一条路线大概就是2个小时可以找完，这样子找到18块钱。如果大家有兴趣去香港找钱的话，这个是一个方法。
所以来到台北的时候，它也会有点改变。我们这个改变就是在台北的时候，想把它变成一个当地，因为台北是一个旅游城市，我就想把它变成一个当地旅游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现在是跟一些旅行团把它连接起来，我们跟他谈怎样的一种概念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可以在商业上去销售的一个旅行团的一个团的这个旅游过程。如果可以画了，所以的话我们可以怎样做。所以接下来其实七月份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Give you an opportunities to involve in the workshops during July with Tozer. I'm sure your wife probably think you're mad as well, huh? Doing family travels. But enjoy we have dinner in Hong Kong, but in Taipei, suppose it's maybe too long for our children. So. As Toto mentioned, that the book in Japan is only this big, and in Hong Kong maybe it's about 2 hands, but the one book in Taipei is actually quite large. You probably see the, if you get a chance to go up to see the exhibition, and he didn't expect that the book is larger than the pedestal provided. So this is sort of provides some very exciting opportunities to sort of interact between one artist and also relation to the city. And next thing I'd like to introduce Go Hasegawa. Go is an architect, not like Jun, who works in the village, but he works in the city. But most of his projects are outside of kind of the main precinct of the city.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e always plays with the relation of scale, and he always tricks your imagination, change your original intent into what the foreseen. He makes a table, which is the size of a house. He makes a door, which is the size of a building, which is next door. So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e always plays out with your expectation relationship to understand how the scalabilities and probably the changeability of objects and also relation to how the house relates to the city. And go ahead. Ah, Hasegawa desu. Yoroshiku onegai shimasu. Ano, konkai の展覧会にお招きいただいて、1月の下旬に五十嵐潤さんと初めて台北に来ました。初めて台湾に来る機会でした。で、3日間ぐらい台北の街を歩いて、で、一番まあびっくりしたのは、なんかこの窓の外にいろいろ取り付いているこうアタッチメントのようなものでした。で、一個一個の建物は特にこう特別な建物はほとんどなくて、どれもこう機能的で合理的で、シンプルなノーマルな建物なんだけれども、窓の外にこんな住人の人がイリーガルにこう欲望の赴くままにですね、内側の空間をこう都市に表出してできている都市が、まあ、非常に僕は驚いて。で、東京にも、まあ、僕東京拠点として設計活動をしているんですが、まあ、そうやってこう内側からこうにじみ出てくるような、まあ、建物の表情が、都市 の風景を作っているような側面はあるんですが、まあ、この台北で僕が見た風景っていうのはもっと直接的で植物的で、何か非常に驚くものでした。で、まあ、せっかく台北でこう初めて何かこう作る機会をもらったので、まあ、今まで自分が考えてきたことを、まあ、そうは言っても、関係してくるとは思うんですが、何かこの台北で見た、内側の欲望が外側に表出してしまっているようなあり方を、まあ、自分なりに表現できないかなと思って、今回の、インスタレーションを考えました。で、僕のスペースはですね、ここです。ご覧の通り、この、台北市立美術館は何かこうチューブを、井桁状に組み合わせたような形をしていて、僕の、スペースはこのチューブの先っぽにあります。で、公園に面してて、なかなかいい眺めが見えるんですね。で、このチューブの先っぽをこう与えられて、何か、まあ、自分の展示室の中だけじゃなくて、こう建物全体に、まあ、何らかの影響を、まあ、ささやかな影響を与えられるようなことができると面白いかなというのは最初に感じてたことで、何か、まあ、美術館の
部屋の中で、自分の完結した世界を作るっていうよりは、チューブの先っぽっていう、まあ、もうちょっと、広い範囲でコンセプチュアルに考えたい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ね。で、僕のスペースがこれです。カップルがいい感じにここでくつろいでたんですが、こんな風に夕方になると西日が強く入ってくるんですね。で、この窓っていうのが、6m×4m の高さがある非常に大きな窓で、普通の美術館ではなかなかない、大窓だと思うんですが、真西を向いてるもんですから、こんな風に、夕方になると非常に強い光が入ってくると。じゃあ何か窓に一番最初にですね、実はキュレーターの人にこの窓を外せないかと頼んだんですね。そしたらダメだ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たので、まあ、窓の内側で何かをでき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次に考え直して、で、まあ、この日の光、西日をですね、こう調整するようなブラインド、ウィンドウブラインドですね、ブラインドをまあつけ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から何か仮説を立ててですね、見ました。で、まあ、いろいろと検討したんですが、結局、最終的にたどり着いたのは、まあ、今回、展示室にありますこのような形で、これは模型ですが、種明かしをするとですね、こんなふうに、まあ、レンズ型の形をした平面の、まあ、スラブをですね、全部で80階建てのまあ超高層ビルの模型みたいなもの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が、それをこう積み重ねると影の上の方と下の方がですね、こんな風に影がその表面に現れて、何かまあ雲のようなものが、このブラインドの立面に現れると。で、そのことで何かこうできないかな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まあ、最終的に考えています。で、これは先週から1週間のプロセスを定点観測した、ものですね。実践大学の学生6人が手伝ってくれて、4メートルの高さを積み上げてですね、最初はこの間にスペーサーを入れて、こう戻して、完成しました。で、何をやってるかというとですね、床と天井面、壁がこう白くて床と天井面が薄いライトグレーなんですよね。だから、このブラインドの表面に現れる雲のような形が、まあ、何か、窓の外側にこんな風にですね、グレーの天井面が外側にこう拡張するような感覚が得ら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あるいは床はですね、また同じように床の面が、まあ、この雲というか影のようなものをこう伝ってですね、ガラスの壁を塗り替えて、まるでチューブの先端が外側にぶわっとこう伸びて、どこまでもつながっているように感じられるような、まあ、そういう現象を期待しました。これ今日撮った写真ですが、まあ、どういう効果を考えているかというとですね、テーマがスケールっていうことだったので、遠くから見るとほとんどこう透明に見えるんですね、風景が。台北の森と建物がこんな風に見えて、まあ、こうやって近づけば近づくほど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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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あ、不透明になっていって、実は僕が最初に見に行った時にいたこうカップルがですね、座ってるんですね。カップルがこんな風に、椅子に床にぶら下が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ほとんど誰も気づかないんですけど、こ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います。あるいは視点を変えるとですね、これがだいたい目の高さぐらいで見るとこんな感じで、天井と床がそれぞれ、外側に拡張しているような感じに見えて、で、視線を下げていくとこんな風に、この熊の、まあ、天井面の連続がこんな風に強調されると、まあ、こんな風に視点の高さの違い、あるいはそのブラインドからの距離の違いが、まあ、外との関係の、まあ、関係性、連続性のと対応して、います。で、まあ、これは僕がいつもプロジェクトで考えていることでもあるんですけど、何か、建築っていうのはどうしてもシェルターみたいなものところがあって、自然環境をまあどこかでこう制御してですね、安心安全な空間を、特に住宅なんかだと考える必要があって、風雨にさらされるような家じゃダメですからね。
だからまあやっぱりシェルターを作ると。だけれども、まあ、それと同時に何かこう内側から外側に対してこう身体感覚を拡張するような装置をですね、まあ、建物建築においても表現しているし、まあ、今回のインスタレーションにおいてもそれを実現していて、まあ、それが今までやってきたことと今回のプロジェクトの連続することな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それから、まあ、何かアジアの都市の可能性、アジアの建築家の可能性っていうと多分最初に言ったあたりで、何か内側が外側にこう積極的に表出していくようなきっかけ装置みたいなものを何か開発していけ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し、それは何か、ヨーロッパの建築、ヨーロッパの都市じゃなくてアジアの都市だからこそ、実現できるような、風景を作り出す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今回はこのような機会を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Thank you very much. So, at some point the photograph, you don't really know which one is real, which one is actually the model. So this gives the ability to actually reduce us to the changeability of the scales, because at some point we don't really start to realize that we're actually much smaller, much larger than it is. But he did attempt to try to build the project with the thinnest possible material, 1 millimeter. And also this is also the lightest project in the whole exhibition. But the next we'll have Li Huan, who's actually the interbreeding fields that you probably know for some of his major works in the south of Taiwan. And he has a group, it's called, he's been teaching this at the Tainan University of Arts. It's been 16 years. And later, sort of find out, he also went to the same school together. We actually graduated in 1992 at SciArt, Souther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I came in at 1993, so we did miss each other, but we did get to reach each other after 21 years. You probably know his work is actually the main atrium. It's probably the one most very impressive, but it's also probably the most complicated structure of the entire exhibition. Please. Thank you, Tom. 大家好，在此请代表建筑繁殖场在这边跟大家做个报告。我个人回来台湾22年，1999年成立建筑繁殖场到至今16年，所以今天挑从这16年里面差不多挑出1/3的作品比较符合这次的讨论的那个乌托邦城市的作品来跟大家进行做个报告。那2005年我们团队拉出校园开始对整个城市的意义感兴趣，那是在台南市的海岸路。那我们如何利用对城市感兴趣，然后我们还如何采取对城市进行游击策略，在城市里面制造空间事件，那引发城市的另外一种的城市氛围，也就将我们的物件跟作品置入城市里面，进行跟城市空间进行混种作业。在这混种作业之下，企图希望创造的是一种新的城市氛围。这一件的话是在台南市海岸路，那事实上是在民生跟海岸路。海岸路因为扩建，整个街道荒废了10年。10年之后，借由艺术的策展活动，希望把这街道救回来。所以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被安排指定的任务，是在这个民生跟海岸路的拐角做了一个小公园。从刚刚来看那条小公园跟这个整个的废墟的地下跟街道荒废的街道的时候，它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在那样的一个繁殖计划 A 之后，我们就被接到一个任务，就要进行繁殖计划 B， 在更大的一个状况。所以刚刚那一张那个小的公园是在这个街角，就民生跟海岸的中间。所以这里夹挂是民族、民权、民生。那这个计划案是要进行这三个街沟的串联。在这边制造一个叫做街道美术馆，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创造的时候，事实上建筑繁殖场从1999年成立到现在，我们从来不画图，一切就是物件身体积聚进场之后就开始就做即兴演出，那比较像是在玩爵士乐。所以在这里的情况之下，我们不是画的图，我们出现这张图事实上是为了一个叫做游击策略的布局。就游击策略的布局，如果对城市进行在三个大街锅的情况之下进行一个突击的动作。所以我们必须开发出整个团队里面新的一些物件，这物件里面包括就比较像我们在下象棋一样的帅士象、军马炮的元素。那只有帅士象、军马炮的元素以后，我们如何在这空间三个空间里面如何进行整个的布局布阵，来做对城市做一个突击行动。
那就是说在这次的主题是叫做 non-threshold open reality 的状况之下，我们如何进入到这个场域。果冻蚁是在这个2006年第一次开发出来的一个作品。那这是果冻蚁的状况之下，是它在整个的团队 的元素里面，跟这一次的里面它几乎比较扮演的叫象棋里面的叫过河竹子。纵使它小，它只要过了河之后，它就单兵直冲，但它威力也依然犹在。所以在这街道上，我们开发了不同的区块，然后让城市的夜晚的人们的活动可以更丰富。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场景是幼稚园的大班，他们的毕业典礼叫做夜游海岸路，所以就在能够在大街上的安全岛的汽车的停车场的中间，他们还玩得很高兴。所以这几个元素也是包括了这边所出来的，如果用整个当地的塑料生产的一个桶子，它原本是一个装水的容器，而我们把它改变成一个光的容器，而这个光的容器以后开始对城市进入了一个置入的动作。这也是刚刚的看到那个水缸桶的变形之后的转化，变成了街道的灯的灯具系统，那彻底把水银灯给取代了，它在大街上上空里面开始在漫行这个整个街锅。那这是在另外一个民族的路的一个街锅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大型的整个的空间的一个作品。那观众可以上去的不同的制高点去看整个海岸路的一个纵向的荒废的情况，包括夜景的部分，以及我们开发出来的一个夜间城市的一个氛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区的作品，刚刚的小朋友晚上的是在这里，那这区的作品呢是占用了7个停车格，完全是没有打基础的 freestanding 的，都有站在大街锅上，那也要维持整个大街锅的下面的那个大巴士的通行。2008年我们又把这个果冻蚁的元素又发展了更多了，所以这变成是说我们的乌托邦的岛，那这是我们的后花园，那是台南的乌山头水库，而且说我们在乌山水库里面开始怎么样可以进行到水库去撒野，那说要不要申请，我们没申请，我们就直接突袭进去了。那这是我们在那个水库里面的练习的时候，我们到底在面对这样一个桶子元素，我们还可以玩到什么程度，可以玩到多疯这样。然后又把这个果冻的这个系列又发展成了一个果冻桥，然后为了做结构测试，我们把所有的16个人全部把它给挤在上面去做结构测试。所以当果冻系列在2008年进行了一个最大的一个的规模的展览，总共用了7000个台南制造的果冻桶，在总统府的前广场。我们都知道说凯达格兰大道事实上对抗议行动的时候通常有条红线，所以那条红线几乎就是所有人都有个默契，就是你绝对不能过，那个警方也不会让你过。所以有一次黄生远建筑师他们和田中央团队做了一个牌楼，他们就说他们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玩了一个牌楼，而且很接近总统府。所以那时候听的状况就是我们觉得要玩一次比他还要更接近统中，更贴近总统府。所以这一次几乎就在重庆南路，就总统府前面的一个的总统府前面的那个大的军方停车场上，而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果冻迷宫的系列作品。那果冻迷宫系列作品总共走了3个点，一个是台中，还有一个是最后一个是台南，而完成了他整个的台湾的北中南的一个巡回。这是在台中的台湾美术馆的部分。这是在整个的作品面对城市尺度的时候，它的夜景的状况的呈现。2008年，我们团队受邀到威尼斯大会的展览，它是在绿园区。那其实，在绿园区的威尼斯的那个贾迪尼的状况之下，它比较像是整个的联合国的一个文化城的一个街道，里面有各个国家馆。那我们更想象的是说，作品不要只有在主题馆里面。不在主题里面呈现，而是说假设我们有没有机会去突击整个联合国街道的一个可能性。那在几番的讨论跟 argue 下来，终于争取到机会，也就是说我们作品在整个大会的入口区的一个呈现。所以大家入口区呈现的时候，我们还包括说蔓延到不同的地方，如果把面对整个街道城市的事情开发出类似公共家具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可以有油气，然后可以休息，可以观景的可能性。那进阶的时候，我们包括面对的那个整个公共空间的 coffee shop 的区块，我们也介入。那也希望是说能够形塑在整个
联合国街道的区块里面的一个叫做公共空间的一个休憩空间。这也是在台中台湾的那个国立台湾美术馆。那我想那个展览组的姐妹们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庆幸，我们在面对北美馆还有跟馆长报告的时候，我们没有未曾做过这样子的土地行动。那这我们对台中的国美馆做了一个土地行动，所以在土地行动完的时候就换观众进场，所以观众几乎在把美术馆大厅整个玩疯了。所以在那一天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布展，就所有事情就是开放给观众进场，如何很悠哉的在这样子玩浴缸。所以是整个浴缸系列的作品的完成，这是在台中的那个美术馆的大厅。同样的果冻系列，我们发展成果冻墙的部分。那这是借助那个台北信义路的国家音乐厅，那作品是叫三重奏，是在我们整个威尼斯回来之后，作品又移到这边来进行展览。那但是不会是完全的展览，只是部分的元素在重新再开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两厅院的部分的前广场。啊，这是在从高空鸟瞰之后，整个作品在应对两厅院跟信义路，还有中正纪念堂整个环境的场景。2010年，我们受派的一个任务是为了要开发一个空间来服务，包括当时的另外一个厂区的 SANA 跟妹岛他们的建筑团队的一个展览。那还有一个是世界新闻摄影展，那为了开发一个空间出来作为公共空间，而柔化那个整个的场域。那提供看展览人有个地方，还可以再做个路径可以去游走的地方，这是在士林纸厂。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我们都在整个课题里面第一次面对现场环境跟自然的时候，我们企图的去保有这一片的自然的原生墙。那在就在台北市里面最漂亮的一道原生墙的部分，我们如果把它变成是一个主角，而观众可以进来欣赏。那这开发的场域，大家可以作为一个交流游憩的地方。那同样的，为了一个展场的部分一定要有 coffee shop 可以让大家面临交流，所以我们把 coffee shop 的区块也开发出来，那这边变成是一个公共的预测的空间。这是这整个厕所公共的露天的预测的入口区。那整个的在2011年的时候又去进行另外一场的那个世界新闻摄影展，那以及说音乐无国界的一个连续的一个晚会。所以在音乐无国界的时候，里面来的不同的国家的音乐乐手跟不同的音乐的属性。那在这边他们完全是在玩爵士乐的一个现场演出。我们如何开发一个户外的音乐剧场，而让人们可以在原本是一个废墟的场域里面也可以在进行办活动。那是我们在2011年那一次的整个望域作品的一个任务。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变成它这个区域可以让人们可以闲逛、做白日梦、可以 hang around。 那里头的话是展场空间。然后接下来这个作品的话是在2013，那作品也是那个阮俊远老师策展的部分，是在中山创意基地，这是在屋顶，这是屋顶上的物件。然后接着这个物件，如果我们如何对面对的就叫做违章登建的这个议题，也在做个实验跟探讨。然后这是开整个作品的天际线的部分。2013年，我们面对整个的宜兰绿色博览会的时候，我们开发了一个两座桥，这两座桥都是36米长的跨距，在这个绿博的园区里面，把人们输送到原本不能到达的一个场域跟地点，然后借由这桥来联系空间，来创造人们的对于说桥空间的那个活动跟行为。然后这是在中山创意基地的部分的时候，作品移到了政治大学校园。那校园如果形塑成另外一个空间的属性，然后再用物件的介入，再开发校园的氛围，这是我们的一系列的在校园里面所做的环境跟活动的部分。那借由这些环境跟活动的部分，我们还是一样的是说，如何触碰城市，然后触碰环境的议题，然后让人们的生活空间可以更接近城市，然后更接近自然。好，我的报告就到此，谢谢。All the presentation. We are a bit running out of time, but if you want to have any questions to any of the presenters, you can come up and ask for after the presentation. But maybe I could ask one, maybe just one word from each of you. Just one word. What is the one word for the future of a city?
just one word for future of city. What's your word? 可以让人们可以黑鹰而望，可以做白日梦。那这个是最理想，对我来讲，它是一个理想的城市。那或者说，刚刚回到刚刚那个藤正教授讲的，就是可以发疯。Go. One word.まあ、今回のテーマに即して言うと、やっぱり都市でもスケールの種類がもっと増えると滑らかな都市みたいなものが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て、やっぱり今は近代まではスケールの種類がすごく少なか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それを何かこう刻んでったり繊細に扱うことで、何か今までと違う都市の経験、中と外の関係みたいなものが、できるような気が僕はしています。几年前，两年前，香港的电视的一个节目超流行，个电视节目叫《天与地》，里面有一句话英雄这个城市的叫 "This city is dying"。人間というか人類のためのやっぱり、まあ、長谷川剛さんもおっしゃった通り、やっぱり寸法縮尺じゃなきゃいけなくて、どうも今の都市はこう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都市のための寸法になっているから、どうも人のためじゃなくな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うまく訳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か不安ですけど、まあ、そう思います。Oka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whole entire this afternoon session. And hope you get to see the work, maybe if not only once, but maybe twice, because it might take two or three times to understand. Thank you very much.